给他吃得了，给小迷糊。小明，你别吃草莓了。小明，把草莓给老爷来。来，给你吃萝卜来，好宝，吃吧。小明愿吃萝卜，愿吃吃去吧，不管他了。嗯，给我吃一个草莓，媳妇来，给我吃草莓。不要了，那破萝卜不要了，哼。挺甜，你看啊，这边你拿草莓跟他换，你看小迷糊，你看小迷糊，你看这种趁他妈不注意把草莓偷走了啊！小迷糊趁他妈不注意把草莓偷走了，我的妈呀，小石头把萝卜偷走了，媳妇儿，你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你来把起来。给你吧，你看拿草莓放这儿啊，放草莓放这儿啊，你看小迷糊啊，你看小迷糊兄弟们，你看小迷糊啊，小迷糊一会儿不注意就把小石子的那个草莓给偷走了。嗯，小迷糊是素食主义者，对，他一直盯着小迷糊，既想吃草莓又想吃萝卜啊。给三位一个草莓吃，媳妇儿。嗯，大宝。哎呀，三位来个二连击。三位来二连击。等等啊，看小迷糊啊，兄弟们，你看小迷糊怎么把草莓偷走的啊？你们猜小迷糊能不能把草莓偷走了？啊，咱们拭目以待，兄弟们啊，咱们拭目以待，你看着啊。你看。看了吗？看了吗？小迷糊还舍不下他那个萝卜啊，舍不下那萝卜，他想去吃草莓。你看了啊，他眼睛瞅草莓呢。嗯，能。等一会儿没事，小迷糊不放屁，小迷糊不放屁啊。老四啊，完了完了，这回萝卜也没了。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萝卜也没了，兄弟们，啊，老大还盯着萝卜，没有了，小迷糊，抢去吧，小迷糊没看住啊，啊，小迷糊没看住啊，这是，你看小迷糊，哎，你看小迷糊也像那啥，兄弟们，你看小迷糊也像啥，像不像那个？你看小迷糊像啥？像不像那个？看啊，看小迷糊怎么看他萝卜的啊，啊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。香味的啥？还不舍得萝卜呢。香那儿了，你没发现是啥？香那儿了，香那儿了啊！你看着啊，老大惦记萝卜，小迷糊护着萝卜，小迷糊又想吃草莓，小迷糊还不敢走，走了萝卜就没了。你这狗是聪明哈啊！这狗是聪明哈，兄弟们哈，狗的确真的有的时候，哎，媳妇儿，你发现小迷糊现在这个智商，兄弟们你们发现没有？就这个小迷糊现在这个智商啊，他绝对比两岁小孩智商高，他指定比两岁小孩智商高，啊？你为什么抢老大的萝卜？
什么？为什么抢老大萝卜？那不是为了给你们看小猕猴怎么护萝卜抢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为了给你们看吗？看小猕猴怎么护萝卜的吗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就因为一个萝卜，你看咱直播间的好朋友因为个萝卜，这不节目吗，兄弟们？这不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节目，兄弟们，都是节目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跟你说，俺家狗，我对他们一视同仁，兄弟们。啊，我对他们几个一视同仁，啊，我从来不偏向任何一只狗，知道吗？包括三文在内，就三文犯错误，我该揍我也得揍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还惦记草莓呢。我四哥在这干啥呢？四哥在干啥呢？四哥，哎，四哥去。把你儿子萝卜给抢来去，老四去，老四去，萝卜抢来去，老四。你说你啊，你说你他在这儿哈，老大想吃萝卜，小迷糊不让吃，小迷糊想吃草莓，小石榴不让吃。老大，啊，小迷糊回头惦记草莓，完了，还是老大智商高，行吗？啊，你看小迷糊想吃那个草莓了啊，小迷糊想吃草莓了，看了，他要从他的妈妈嘴里头把草莓抢走的，看了啊，石榴毫无存在感，石榴，你看啊，还是拉不拉的智商高啊。嗯，总共买了两个萝卜，兄弟们，总共买了两个萝卜。我爸买两萝卜，打算晚上切成那个段儿啊，蘸酱吃嘛。结果让小迷糊叼来了，就让小迷糊给叼来了，啊，叼就叼来吧，都给他吃了得了。这萝卜还不辣。啊，这萝卜挺好，挺甜，是不是？是甜不甜？小迷糊，小迷糊呢？迷糊呢？感谢仰望星空，迷糊呢？迷糊啊，老大，萝卜好不好吃？老大，你老大性格好，兄弟们，老大不护食，你看，老大不护食，你怎么的？他都没事儿，你看看，兄弟们，你怎么都没事儿？你看你怎么碰老大都没事儿，老大都不带咬你的。你要是小迷糊就废了，兄弟们，要是小迷糊的话，我这个手就废了。你看，俺老大可听话了，你看，老大，你看可听话，你看一点不护食，我可喜欢老大了，老大性格可好了，水果萝卜甜，啊，小明，你看啊，小明上来，看着啊，看着，老大，完了，老大，你不能放屁吧，老大。啊，老大吃半拉得了，吃半拉得了，你给小迷糊吃点。老大，你给小迷糊吃点。老大也想吃萝，小迷糊想吃萝卜，行不行？啊，给小迷糊分一块啊，给小迷糊分一块吧。给小迷糊分了一块啊，真甜呀！哎呀妈，真甜呀！啊妈，老大喜欢吃萝卜，老四想不想吃？嗯，老大，你给老四掰一块，给老四掰一块。老四想不想吃？哎呀妈，老四甜，甜不甜？四哥甜不甜萝卜？这萝卜甜啊，他们不能放屁吧，媳妇儿啊！完了，草莓要丢，小石榴，草莓要丢，啊！老大也会护食，老大不护食，你们这老大不护食，你说老大护食吗？老四也不护食，你看老四也不护食。嗯，他俩性格老好了，兄弟们，老四和老大性格特别好啊！欢迎大家伙来到咱直播间，直播间4000多人，兄弟们，大家没点亮，咱们点亮，趁这个热乎劲儿，兄弟们，趁这个热乎劲儿啊，咱给咱直播间里，兄弟们，
把那个热乎劲儿往上上一上，咱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媳妇儿，咱家还有个萝卜呢吧？还有萝卜，买，总共买萝卜，买的萝卜这，还有萝卜，大家点点亮，兄弟们啊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小迷糊，拿草莓，小石亮，石头怎么想吃萝卜呢？是你们怎么都喜欢吃萝卜呢？不喜欢吃草莓呢？小明愿吃草莓，给小明吃吧。啊，比吃播看、多了哈。看老大，看见老大呗？看老大吃萝卜呀？哎呀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看老大吃萝卜呀？啊，小明是啥品种？小明是拉布拉泰，兄弟们啊。感谢贝贝姐姐，小明啊。是不是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猜这个萝卜谁能偷走啊？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猜一下这个萝卜谁能偷走？老四反正不能偷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谁能偷走啊，这萝卜啊 ，seven 应该不能偷啊。啊，三闻着了，三不能偷他们啊！三乖宝宝，三乖宝宝啊！三啊，三乖宝宝，三从来不偷东西啊！感谢小温柔，谢谢小温柔啊！没啥悬念，看看啊，看谁偷的。完了，小迷糊惦记上了啊！小迷糊现在惦记上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小迷糊这个小狗为什么？就是啊，兄弟们啊，就是有些事儿吧，在小迷糊眼睛里边。在小明身上，我跟你说，他能把一些，就是说，啊，就是坏事啊，兄弟们，他做的那是淋漓尽致啊。小迷糊能把那个坏事做的淋漓尽致，你瞅瞅啊，等会儿啊，兄弟们啊，拉布拉泰，全网全新品种，小明全网新品种，完了吧？让老大给收拾了吧？你看干仗吗？不许干仗啊！老大那是让着你。完了，让三文给偷了。完了，兄弟们，让三文给偷了。看看这个能不能吃到嘴里啊？看三文能不能把萝卜吃到嘴里啊？看好了，看这个萝卜到底能归谁啊？看这个萝卜到底能归谁？兄弟们，看好了啊！这个萝卜花落谁家啊？三文虽然给拿下来了，但是不一定是三文的，兄弟们。哎，这怎么有草莓呢？啊，媳妇儿。好、啊，不一定能是 seven 的。哎，如果要是老四的，哎呦，你看小迷糊啊！哎，你说这个小迷糊啊，兄弟们，哎呀妈呀！感谢海蒂干妈啊，欢迎海蒂干妈，啊。这小迷糊啊，兄弟们啊，这小迷糊真是哈，抢不到的东西啊，他必须得抢到，他抢不到四五八休，我跟你说，小迷糊抢不到四五八休啊。我就愿意看他们这么玩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狗就愿意看这么玩啊。小迷糊势在必得。小牛犟啊，兄弟们，小牛可犟了，我跟你说，啊、嗯，小牛啊，也就敢这么抢 seven 的吧？我给老四试试，你感觉，你们感觉 seven 老小牛敢抢老四的吗？啊 ，seven 好不好吃 ？seven。三来，这怎么喜欢吃萝卜呢？他们怎么几个都喜欢吃萝卜呢？三万来，是不是这个？三万，你把萝卜给爸爸吃。三万来，爸给你换行不行？三万，来，三万快把萝卜给爸吐了，来吐了。三万听话，三万你坐好了。三万，是不是换不换？三万。爸拿零食给你换行不行？咱们，你看
是不是？啊，换我啊，换我啊。一、二，来。这家伙不行啊，三文愿吃萝卜呀。哎呀，你说三文和小迷糊的性格真像，兄弟们。啊，俺家这个三文和这个小迷糊的性格真像啊。啊，你说他俩怎么吃的东西呀、啊？他怎么就这么相似呢？包括脾气啥的哈。啊，不换他不换，拿硬菜他也白扯，拿硬菜他也白扯，兄弟们。啊，萝卜爽口，明天多买点萝卜，明天整点萝卜，咱不知道他们愿意吃萝卜，知道吗？啊，小迷糊今天整了个萝卜，哎，我寻思怎么这么愿意吃萝卜呢？今天呢？啊，小迷糊逮着萝卜他都不给你松口。啊，小苗逮萝卜给你送狗都，小苗肯定不敢抢老四的。完了，这整个萝卜都让三文吃了，这整个萝卜都让三文吃了。三文，三文，三文，爸，我给你一个草莓吃。哎呀妈呀，草莓掉了。三文，爸给你换行不行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咱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小迷糊，你起来！小迷糊，你说你也不吃，给老大吃。萝卜大道，小迷糊，萝卜大道，少吃点，还吃，吃坏肚子了，少吃点，吃坏肚子了，不能吃坏肚子，他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能吃坏肚子，兄弟们，这属于菜，这属于蔬菜类的，还能吃坏肚子？完了，他不吃了。你看吃那遍地都是，你瞅瞅，吃遍地都是。老四给你吃来，三，老四给，四哥来。他不跟他爹抢，他不跟他爹抢。嗯，你都吃哪的是？瞅瞅，嗯，你瞅你们吃的啊。让老爷省点心不？萝卜健康。小明，你抢啊！抢你四哥的吃，抢你爹的吃。哎呀，老四啊，吃萝卜呢！老四啊，你吃没吃过那个萝卜炖狗肉？老四，你吃没吃过那个萝卜炖狗肉啊？老四啊，啊！我感觉萝卜好辣。这个萝卜还行吗？我买的这是水果萝卜，兄弟们啊。水果萝卜，吃完萝卜没事补水。哎呀，萝卜有啥好吃的？但是就好这口啊，就好这一口啊。嘎这玩意你不能吃了，你给我给我吃点的，你怎么都让你吃的？嗯。啊，这几个，嗯，给三一个，嗯，这老四干一仗就起火来了，就火起来了，让老四迷惑干一仗就火起来了。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，欢迎所有好朋友们啊，感谢大家，大家点点亮。给咱麦序上好朋友，大家点点亮啊，老铁们啊，点点亮。三文爱保养，做游戏啊，四哥，小迷花，做游戏啊，啊！今天老爷带你们做游戏啊，分好吃的，好不好？分好吃的啊，好，昨天没做游戏是不是？昨天没做游戏，今天咱好好做游戏，分好吃的，我看非常好吃的啊。来给你们分好吃的，元气蛋啊，给你们分鸡排吃吧，行不行？分鸡排吃吧，好不好？啊，想不想玩？谁想玩？谁想玩？谁做好了？啊，老大想玩，老大想玩，石榴想不想玩？石榴想不想玩？石榴？啊，老四想玩，老三万想不想玩？你看看，三万。三想不想玩？想不想玩？三文，三想不想玩？三文，过来三文，你想想不想玩？
小王你坐好了，小王你坐好了。小明你想不想玩？小明想不想玩？他俩听不懂，老四和老大他俩听懂了。三你想不想玩？三小王你坐下。三万，小王你坐下，坐坐坐，三万，哎呀，三万真是兄弟们，这三万这个性格啊，真的真整不了，他这性格太那个太好动了，知道吗？三万性格太好动了啊，三万怼的这个怼这个怼那个，嗯，反正三万嘛闲不住，三万闲不住啊，他想让所有的狗都听他的。嗯，三文让所有狗都听他的，三文又起范儿了，挨个怼。啊，你们几个坐好了，嗯，来，三文，你们去坐好，看谁能坐好了，来，谁能坐好了去，坐好了去，坐，坐，谁去坐好了去。哎，他们要是替我一声令下，兄弟们，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如果都能坐在那个地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都能坐那就好了。我看看啊，但是俺老四可以啊，老四请坐，请坐。老四这个位置坐的是真规范呢，兄弟们，老四这个位置坐的太规范了，啊。晚上还是迷糊精啊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欢迎大家送的礼物，兄弟们，感谢大家伙送的礼物啊，谢谢大家，有这个小可爱的兄弟们，大家整点小可爱就可以了啊，大家整点小可爱，来，三万，四哥的专属座位啊，老四的专属啊，老四是不带坐错的呀，媳妇你干啥呢，媳妇啊，嗯，不让说才嘛，感谢物是人非，坐好了，哎，坐好了，老四，坐好了，四哥，老四得靠点东西才能坐好了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坐好了，哎呀，老四坐好了，啊，老大坐好了，你看老四老大他俩就像这样似的，来，老大我往里串，往里串了，往里串，你俩换了个位置是不是？你俩换了个位置是不是？老四，来，老大来，老大来，四哥坐这，四哥好吧。好，四哥啊，好，四哥好，老大坐。我要拿个小板凳啊，坐这儿。三万呢？三万坐好啊，好。好，咱玩一把，玩一把呀，咱就俩戏牌。啊，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，咱们家有两个鸡排啊。谁抢到第一名，这个鸡排呀就给谁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小明啊，小明太棒了，吓我一跳，小明太棒了，兄弟们啊，太棒了太棒了啊，小明终于跑了个第一名，兄弟们啊，太棒了太棒了，小明啊，我给你小明讲一个鸡排吃。哎，媳妇儿，我一定要给你奖励小明一个鸡排吃。小明真棒啊，我太喜欢小明了。你们几个起来，你们几个没抢到鸡排，你们几个起来啊。小明啊，等会儿老爷奖励个鸡排吃啊。哎呦，好明白，好明白啊，好明白，好好好明白啊，小明真好啊，小明生，小明拿了个第一名，兄弟们，不像老四回回考到第一啊，小明这回考了第一名啊，小明真听话。嗯，你起来，三老四，你别总是在那糗着，你没抢着是你没抢着的，来，小明来吃吧，好好吃。三你啊，咱必须得公平，兄弟们啊，虽然说小明会愿意玩赖，但是这也是小明的特长啊，这穿小明是不是有人说我呢，媳妇儿啊，是不是有人说对，你直接给他吃得了呗，还抢啥呀，都走到一半了。嗯，快来，老四，好好好啊，好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小明打小就不听话啊，他打小就不听话，就这样式的
没招。嗯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几个刷刷盆好了。兄弟们没关系，老铁们，咱们狗罐头你没上。我没哪个狗罐头啊？狗罐头在40号链接啊，40号链接。啊，来，兄弟们没事啊，咱们还有一把啊，咱们还有一把，兄弟们啊，别着急，咱我这还有一个，我这还有个 T 牌，兄弟们还有 T 牌。啊，下把谁能跑第一，我还给他，兄弟们，我还给他。啊，好吧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好了，你们几个坐好了，谁抢了第一名，老爷就把这个鸡排奖励给他。快来，啊，来。我姑娘上她姥姥家了。来来，老四来，坐好了啊，好。谁抢第一名，我就奖励给他啊，来坐，啊。好，元气蛋有活动，买三十送三十。来，坐好了啊，来，各就位，谁抢了第一名，我就把鸡排奖励给他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七、四。兄弟们，小喵又拿了个第一名，兄弟们，小喵又拿了个第一名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啊，小喵又拿了个第一名，我的妈，小喵太厉害了啊，这个罐头又奖励给小喵了，兄弟们啊，又奖励给小喵了啊，那个犯规了，哪个犯规了？那他们四个犯规了啊？是他们四个犯规了吗？啊？不能吧？请问谁犯规了？啊？我告诉你谁犯规了？啊？你犯规了吗？应该奖励给你。关键是咋的，兄弟们？关键是咋的？其实吧，兄弟们。我为什么这样式人呢？其实三元爹也没办法，兄弟们，我没办法，因为吧，我一说让小迷糊好好的吧，大家伙总骂我，总说我不给小迷糊吃，啊，他总不听话，一不听话吧，我就急眼，我就总想给他关起来。你们总是说我想关小迷糊，总是说我关小迷糊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啊，我眼里的对，在你们眼里是错。啊、哦！你们眼里的错，兄弟们，在我眼里以后就是对的，兄弟们啊、哦！不是，是这样的，他们眼里的对，在你眼里是错，然后结果你按照他们对的方法来，你还是错。就是啊，我按照你们对的方法来，我还是错。我现在是错上加错，兄弟们。啊，我现在错上加错了。哎呀，没办法了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，兄弟们，大家想买咱家大米的，老铁们有想买咱家大米的，咱家第一个链接10版大米，咱家大米还没有多少单了，兄弟们，咱家大米没有多少单了啊，有想买咱家大米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，咱家这个大米呢是10版大米，咱们东北的那个叫响水大米，大家伙不知道听没听过响水大米啊，就在咱家第一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58块钱10斤啊，10斤米58块钱，兄弟们啊，焖出来的米饭特别香啊，咱们正儿八经的正宗的东北大米，兄弟们啊，啊，你们想买的话，你们可以拍，没办法，谁叫小迷糊可爱呢？老爷疯了，没人买，你本身就没有原则的人，你看看，啊，就喜欢我四哥，你看又没有原则，我就给你来个有原则的，我这回给你来个有原则的，兄弟们，如果我要是真有原则的话，小迷糊早就被我炖了，兄弟们，早就更小迷糊压根就活不到今天。兄弟们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哎呀，这本来就是游戏，什么原则不原则的呀？那你有原则，你有原则的话，那你我跟你说，我真有原则的话，小明压根就活不到今天，我早就给他炖了。
就是一个娱乐而已。那你说天天每天死死板板的，是不是给你们就那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那么整，那谁也不愿意看呢，是不是？那不就是给你们找乐呢吗？对不对？其实就这么，你说这么努力的去逗你们开心，结果你们还那啥，哎呀，咋整都不对，你说咋整你们都不高兴。要不你们这统一一下子，怎么的你们都能高兴，怎么的都能高兴。其实我跟你说啊，你高兴和不高兴的人，他不一定是那一个人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我说他们统一一下子，你们在底下商量一下子，怎么统一一下子。兄弟们跟你说啊，但我一会儿，老铁们，我等会儿的，我马上，我介绍一下完咱家大米的话，我给你们来一个有原则的。兄弟们，我给你们来个有原则，给你们来个非常非常解气的，行不行？兄弟们啊，大伙儿想买咱家大米的，兄弟们啊，咱家大米的是58块钱十斤，老铁们啊，看咱家这个石板大米，兄弟们啊，看咱们家这石板大米啊，长粒的，老铁们啊，长粒的，下方小购物车，兄弟们，第一个链接，58块钱十斤，5公斤，兄弟们啊，看咱这个米好不好啊，老铁们，这米好不好？焖出来米饭特别香啊。咱这个米呢，兄弟们，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看着了吗？5层大米不好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资格评价人家大米好不好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好不好那是你们说的算。啊，我不能因为卖我们家这个大米，我去评论人家那个大米好不好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啊，你们想知道好不好的话，你们可以问别人，问我，我不可能告你好不好。啊，肯定好，啥米都好，只要能吃就是好米，知道吗？啊，咱这大米是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，老铁们啊，一袋是5公斤啊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大米产自黑龙江市宁安县渤海镇，老铁们啊，58块钱十斤，想买的话大家去拍，兄弟们，大米没有多少了，咱家大米没有多少了，兄弟们啊，我买了大米，香，好吃，谢谢。啊，我现在呀，兄弟们，我给大家伙来一个有原则的，啊，我给粥米，咱家那个粥米，兄弟，第二个链接那个粥米和我刚才给你们介绍大米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它是碎米，兄弟们，焖你熬出来的粥特别细腻，兄弟们，熬出来粥特别细腻，特别黏糊，而且非常香，兄弟们啊，而且非常香啊，你们想吃大米饭的，你们拍第一个链接的。大米58块钱十斤，你们如果要是家里头喝粥喝的次数比较多的话，你们拍第二个链接，咱家这个粥米36.9也是十斤，兄弟们啊，36.9也是十斤，大米和粥米都好吃。行了，感谢大家伙，兄弟们，三样街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啊，咱来一个有原则的，行吗，兄弟们？三万你好好的，三万啊，咱现在来一个有原则的啊。老四呢？我四哥在那撅着呢，四哥等着做游戏呢，兄弟们啊，让他吃吧，三万你就让他吃吧，行不行？啊，大米好吃，我这几天正在吃。咱家大米99%都好评，兄弟们，99%都好评啊。米好，兄弟们，米好，我跟你说那个米好不好吧？不是我说出来的，你看我天天介绍咱家米这好那好的，兄弟们，王婆卖瓜还自卖自夸呢，对不对啊？咱家这个米好不好啊、嗯？我天天说没有用啊，你们看评论，兄弟们知道吗？你们看评论好不好？大家伙说了算。来，可以煎烤肠吃，烤肠没在这边，烤肠没在这边，没有烤肠，烤肠在爷爷那儿。来，老师来。咱来个有原则的啊，你们想买烤肠直接上那个小店里头去下单就行啊。三过来，来三来三来三来去找爸爸去，去三来。三过来，来三来来三来三过来三来三过来，请坐，三宝啊，让三宝请坐啊，请坐啊，随便来，随便来，
行行了，小张来，来，小明请坐啊。不许动啊！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鸡排，谁能抢到第一名，我就把鸡排给他啊！预备，一、二、四，我一猜就是你，你还以为你啊？哟，我一猜就是你啊！你还想抢第一名？啊？你以为你还想抢第一名啊？你是那个吗你？啊？抢第一名啊？真能玩嘞！你这小狗真能玩嘞！你给我回家，进笼子里家去啊！进笼子。是那个吗？进笼子去。进笼子。我一猜就是你。他娘可泡的，我给你来个有意思的。哎呀，为了某些人开心。哎呀，别整了，让他玩吧。不行，兄弟们，必须得有原则啊！必须得没有原则，没有原则不成方圆，兄弟们啊！小迷糊的确是，的确是整不了，兄弟们，我只能给他关起来了。媳妇儿继续来，咱们游戏还能继续，兄弟们啊！游戏还得继续啊！来，来，大家伙坐好了，来，老大坐，老大来，老大坐。啊，老大坐啊，啊，好，你们啊，啊。谁能抢着这个零食，我就把罐头奖励给谁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其实小石头已经非常靠前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小石头已经非常靠前了啊！没有办法，谁抢？老四抢来了吧，兄弟们？那老四。老四抢来了啊！请问大米哪产的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。宁安县渤海镇。我从没讨厌这个，但很想杀了日本兵。别这么说啊！别这么说。你们看一下吧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大米，生产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，宁安县渤海镇啊。如果你想吃正儿八经的，兄弟们啊，咱们东北这个石板大米。啊，兄弟们，就是渤海镇的啊，就认准产地就可以了啊。产自响水大米核心保护区。对，产自响水大米，58块钱十斤，啊，一点都不贵，兄弟们。俺们这个，俺们就在俺们当地买，俺们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就在俺们当地，我们想在超市里头买我们家这个大米的话，兄弟们，最少也得68，知道吗？68、70吧。因为咱们东北这个石板大米吧，它有点供不应求，知道吗？嗯。嗯，来，给老四啊，给老四讲一下啊。哎，盆呢，媳妇儿？老四的盆呢？盆儿？给我四哥讲一下。不是这个盆儿，盆儿呢？这儿呢？哎呀，我四哥太难了。四哥好样的，四哥啊。四哥回回都考倒第一，这把终于考了个第一名，兄弟们啊，终于考了个第一名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妈呀，四哥太香了，四哥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咱别吃啊啊，四哥抢啊，三个吃吧，吃两口，三口，哎妈，我的妈呀，留个小牛馋的，那你给他俩吃吃口啊，老大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罐头没有了，这鸡排没有了。啊，老大，老大给你整个原鸡蛋吃啊，老大啊，好啊。
我给老大整个元鸡蛋吃。啊，老大，老爷给整个元鸡蛋吃啊。老大最听话了，啊，真乖啊。啊嗯，老大吃着没吃着？那现在干啥呢？这不给他们喂元气弹呢吗？他俩没吃着那个啥，这不给他们喂元气弹呢吗？十六来，十六对哪个都公平的。哎呀，给元气弹吃啊，好吧，真的，好吧。如果是，我知道，我说如果要是三爷不在这，是我自己一个人给你们直播的话，我估计我都得干起来。嗯、好宝啊，给小迷糊一个，给小迷糊一个，我不给他，小迷糊。你刚才说好宝是说谁？啊？你刚才说好宝说谁？说的是老四啊。啊？说老四啊？那你怎么到我跟前你来？没事了，三妈。好宝，咋了这么多事呢？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兄弟们，不给小迷糊吃了，兄弟们，小迷糊现在。他现在我给他判了一个终身监禁，兄弟们，我给小迷糊判了一个终身监禁啊，给小迷糊关起来了，不让小迷糊让小迷糊永世不得超生，兄弟们啊，好好的惩罚小迷糊，他太有点太过分了，小迷糊现在有点太过分了，兄弟们啊，我给他关了一个终身监禁啊，叫小迷糊呀。你就在里头自我反省吧，啊，小迷糊啊，以后别想出来了，啊，听说你最近一直不听话，啊，老铁们对你都有想法了，小老师，小迷糊，啊，大家伙对你都有意见了，啊，小迷糊，你在里头好好反省吧，刚下单大米什么时候？明天就发货，兄弟们，明天就可以发货了啊，咱们家明天就可以发走，啊，下午2点多钟就能发走了啊。嗯，马犬能喝那个乳酸菌啊？马犬可以喝乳酸菌。嗯，想看Simon和老大，不看你了，小迷糊，放出来吧。哎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大家伙之所以兄弟们啊，大家伙之所以现在都想看小迷糊，原因就是因为我给小迷糊太多的画面了，知道吗？啊，导致大家都曲解咱家的意思了。兄弟们，到以至于啊，非常过分的一个要求就是，啊，有很多人命令三爸爸啊，把我这个昵称啊 ，Simon 是拉布拉多改成小迷糊是拉布拉多，啊，这最可恨的兄弟们，啊，我感觉最可恨的是让我改成小迷糊是只拉布拉多，啊，太气人了，老铁们，真的，啊。虽然说咱那小迷糊在家里头啊有点不太听话，大家伙吧对小迷糊的记忆力比较深刻啊，但是你不能这么整啊，你这么整的话啊，咱们家的拉布拉多一点地位都没有啊，难道兄弟们啊那个跨界那个品种呢能在咱们家啊，占主导地位吗？是不是？这三人怀孕了吗？谁都没怀孕，咱狗没怀孕啊？谁告你俺家狗怀孕了，兄弟们？谁告你俺家狗怀孕了？俺家狗一没怀孕，没有怀孕的啊！俺家也不卖小狗，兄弟们啊！小迷糊是拉布拉泰跨界。因为你每天给小迷糊镜头最多，都超过 Simon 和老大了，老四他们几个了。嗯，感谢咱们家的谈笑风生不动情啊！不是，你说有的时候吧，兄弟们，不是说我非得给小迷糊镜头，那小迷糊没事自己找，他没事自己找镜头啊，他没事总是啊，他总是整点节目。咬主人就要教育，怎么除跳蚤啊？请给狗洗个澡，保持卫生啊！媳妇儿，你就怎么除跳蚤？啊啊！咱狗有跳蚤吗？没有，我真没见过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给狗，兄弟们，勤洗澡，保持卫生，除去虫。体外驱虫，你要给它驱虫，然后
然后呢，还要给他用创造玉，给他杀死，把那创造杀死。体外驱虫。经常给他梳毛。啊。小迷糊就是找存在感。嗯、啊。我的快递给催一催。好的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别着急，兄弟们，快递现在一切都正常。啊，需要一个时间，兄弟们啊。前两天那个快递的确有点慢，因为单量太大了，兄弟们，单量太大了啊。现在快递一切都正常，兄弟们啊，三万铁粉很多，我们就不争不抢。感谢明明啊，谢谢明明，谢谢大家伙啊。嗯，你说俺家三万啊，最近又开始针对咱家这个老大了，兄弟们，三万最近啊开始针对咱家这个老大了。嗯，老大可能是因为俺家老大发情的事，现在三万总是针对这个老大，你看他看不上老大了啊，真是一山不能容二虎啊，兄弟们啊，一山不能容二虎啊，整不了啊。Seven 呢，你别怼你家闺女了，那不是大闺女吗？ Seven 啊，老大知道的那是他妈吗？但是老大不生气啊，老大不生气。媳妇拿手机来，拿手机，老大来看老大这儿。哎，好宝好老大，嗯，老大真听话啊，没事老大，有老爷在这儿呢啊，没人敢揍你啊，没人敢揍你，老爷抱抱，抱抱啊老大，啊，没人敢揍老大啊，好了，这，啊好了，咱过来来，咱来，咱你过来来，咱来，呀，老大，你别舔我，我最烦你他妈舔我，你想跟我舌吻呢，来吧。来吧，你看老四啊，我要跟老四亲嘴的话，老四也躲。你看老哎，兄弟们，你说老大为啥不躲呢？三恩为啥不躲呢？难道真是哎，媳妇你发现了没有？啊，石榴，你看石榴，嗯，石榴不躲啊，你发现了吗？嗯，石榴不躲，老大也不躲。你稍微往后点呗，这镜头离太近呗。对，你上那边儿。哎，你看着啊，走，坐这儿，坐老大，兄弟们看着啊，老大亲一个，嗯，你看啊，石榴亲一个，石榴，嗯，那好，你看石榴和老大都亲，三万来，三万，再亲一个，嗯，你看看还。对，三万刚舔完老大屁眼子再舔你嘴。哎呦我的妈！舔老大屁股了？真假的？他刚舔完老大屁眼呢，不可能，真舔了吗？你在亲石榴的时候，你看他在干嘛？你看了啊，起来，媳妇你发现了没有？我刚才就是去测定一下嘛啊，老大他亲，石榴也亲，三位亲，但老四就不亲，老四。四哥你变态呀你啊啊，你现在有点变态呀你，小老四啊啊，你看了吗媳妇？当然看见了、啊、嗯，老四老四说亲一下就行了呗，没完了还。老四哥，你有点变态呀，四哥啊！老四啊，真好玩，真好玩啊！这个喜憨老爷吧，喜憨老爷吧，老四。小明啊，你这小明干啥去？有点鼻子。老四说搞错了。这小明有点鼻子。小明啊，出来吧，小明啊。出来吧。把小明啊，坐好了。小明啊，你进来一个。
哎，你啊，真是不会找找角度，回回都背着我来。老四，老四。嗯，切一个，你看，你嫂子小心坐下，老三切一个，老三，对，大米是人吃的啊，你看干啥呀？小明坐着，没事，小明坐好了，没事，不用老三。老三，老四，你妈占我便宜！哎，媳妇儿，老四是那种意思吗？我四哥是那意思吗？啊，老四有洁癖呀，啊，别给咬了，不能咬，兄弟们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有分寸，知道吗？你给小明吓的，你都给小明吓的。小明赶紧讨好他爸，赶紧讨好他爸啊！老大干啥呢？啊，有趣味小兔，可以用的吗？有趣味小兔可以用的吗？趣味的，兄弟们啊，咱家给家里的趣味的叫迪特除臭剂，兄弟们，咱家迪特除臭剂啊，迪特除臭剂的几个链接？哎，迪特除臭剂没挂吗，媳妇？迪特除臭剂，哎，迪特除臭剂怎么没挂呢？咱有迪特除臭剂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大家伙挂上啊，兄弟们。迪特除臭剂，39.9块两桶，兄弟们啊，39块有两瓶，在最后一个链接，兄弟们。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大家伙想买迪特除臭剂的，在最后一个链接啊，一瓶是1000毫升，总共是2000毫升，来，总共是2000毫升，来，小明起来吧，不想给你画面了，起来，你别舔我了，三万，你这舔老大屁股了，你舔我，你是真是这个呀，小明啊，你真牛啊，5个月泰迪吃33号的幼犬啊，幼犬几个月？5个月咱那口粮也能吃，他问的是33号啊，33号可以吃啊！来，老大坐，老大，三个坐。你们几个就不能老实坐着吗？啊，坐好了，老大坐好了，老大排好队。老大过来，老大排好队了，老大来，过来来，老大过来来，老大来排好队。沐浴露有。啊，在21号链接啊，21号链接。都在骂小迷糊，看着气人。骂小迷糊？骂小迷糊干啥呀？小迷糊挨骂了？挨骂了，小迷糊。幼犬狗粮吃到7个月，如果你那个啥的话，你可以买咱家，8号的那个链接，8号的那个狗粮啊，比瑞吉的那个3拼狗粮。一袋是20斤，149啊，成犬幼犬都是可以吃。媳妇儿，你看了啊？我如果始终瞅小明的话，你这小明是什么反应？看着啊，小明，塞文，你看看你总是打扰他。小明坐好了，小明坐起来。
做好了，你做好了，小牛吗？不许动。你看怎么打扰他呀？啊 ？Seven 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看你一会儿舔舔这个，一会儿舔舔那个的。Seven， 你别怼他，该怼他干什么玩意儿呢？进来，总是怼老大。赶紧吧，好。要吃小牛啊，小猪多少个？你说我瞅他俩，他俩谁能蒙我？啊？老四不行，吃小牛了啊！小牛啊！老师你真的往那嘚瑟。十四号那个肌肉拧丝儿咋没有了呢？宝贝咋宝怎么显示宝贝不见了呢？我可不好，刚才给小牛瞅蒙圈了，你们看了吗？嗯呐。新美看着我给小牛瞅蒙圈了，你们看了吗？啊？牛啊！哈那没拍呢，我没带手机，啊、你拿手机，拿手机。灯拍了，嗯呐，欢迎托托先生啊，欢迎亲家啊。小牛虚伪啊，他指定干坏事了。他指定干坏事了，啊，抽窝里去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，小牛啊，小牛来，小牛坐好了，小牛啊，等会儿，啊，小牛啊，小牛啊。
小牛啊，你瞅着我的眼睛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干坏事了？你们几个好好的，你看看你总是那，小明吗？小明吗？你今天是不是干坏事了你？啊？你过来过来过来，小明啊，来。算了算了，没事。一眼被望穿了内心。小小四，小明啊，你瞅着我眼睛，你今天是不是偷东西吃了？啊？不听话了，不行了，不好使了啊！我畏畏缩缩的。14号的肌肉拧丝有了。小明又跟没有刚才有意思了，你发现吗？啊，是不是没有刚才有意思了？再来一次，哎，再来一次，我再来一次啊！看着啊，小明又没有刚才有意思了吗？小明坐这儿，小明来，对。你知道他为什么总精力不集中吗？因为他老哈哈哈哈的。小爷被你看抑郁了。小爷你坐好了，你看看你就瞅我一眼，你就瞅我。小明，小明，你这小明刚才什么表情啊？你说什么，老爷？娘，小明啊，你是不是干坏事了你啊？啊，是不是？干坏事了。你坐这，小明，你坐这。
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看别的狗吧。妈的个炮的！好了。我家狗太可爱了，不能被咬啊！哎，大家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一号麦是老四的爸爸啊，兄弟们啊，给老四的爸爸点点关注啊！老四啊，四哥你爸来了，快给你爸点点关注，四哥来快来！哎呀妈呀，四哥他爸来了！哎呀呀呀，四哥看想爸爸了，我四哥想爸爸了啊，给爸爸点点关注啊！宝宝他特别可爱。啊，一号麦兄弟们啊，然后呢，大伙儿也买买提子出出去，兄弟们买买提子出出去，咱家提子出出去39.9元啊，39.9元啊，有没买提子出出去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拍一单提子出出去啊，咱家这个提子出出去的兄弟们，1000毫升一瓶，兄弟们，两瓶是2000毫升，兄弟们，两瓶是2000毫升啊，迪特除臭剂啊。给专门给家里头除臭的，兄弟们，专门给家里头除臭的，家里头有异味啊、臭味啊，啊，就是狗狗，便便味啊，就是臭味、骚味、异味啥的，兄弟们啊，给狗笼子的除臭，给卫生间除臭，给狗厕所除臭，都非常好用，兄弟们啊，都非常好用。大家伙想买提特除臭剂的，啊，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我正在讲解当中。39.9元两瓶，相当于20元一瓶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家迪特除臭剂相当于20元一瓶啊，除臭剂非常香，兄弟们啊，感谢紫烟，谢谢紫烟啊，是什么礼物？谢谢啊，迪特除臭剂非常香啊，造成楼下噪音快抗议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就砸核桃都没事儿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。我让咱三蹦两下，来三个蹦，来三个来蹦，来咱就产生噪音，三个来蹦蹦，三蹦蹦啊蹦蹦，好蹦，三蹦来蹦蹦蹦，好跳跳，好跳，三一二三跳，好再跳，好三真棒，啊。来三个来。啊，大米还有没？大米有啊，去吧去吧。大米有，兄弟们啊，咱大米在第一个链接呢，啊，在第二个链接呢，10碗大米呢，58元十斤吗，兄弟们啊，10碗大米58元十斤啊，三万坐下，三万坐立，再蹦，再蹦，蹦蹦蹦，再蹦蹦，好啊，看看。听话吧，好，再把灯关上去，把灯关上去，灯关上，关灯，好宝，三怎么关不上这个灯呢？现在啊，上去关灯，上去关灯，啊，关灯，关关关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三你现在怎么不关了呢？把灯关上，三关灯，太敷衍我了，三总敷衍我，再把灯关上去，三，好，哎呀，好宝，好宝，好宝啊。好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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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宝啊！你家开关不好使吧？好使，他总是敷衍我，三元总是开不好啊。迪特除臭剂还没有拍的话，大家现在可以去拍啊。然后还有咱家的益生菌，兄弟们，咱家第26号链接益生菌啊啊，益生菌是什么呢，兄弟们？狗狗啊。吐啊吐，就是消化不好啊，拉软便呀，拉稀呀，兄弟们，消化不好啊，都可以吃益生菌啊，50元两盒，兄弟们，咱家50块钱两盒啊，每一盒都是10包装，总共是20包，兄弟们啊，咱俩去把灯再开开，咱去，每一盒都是20包，兄弟们啊，总共50块钱两盒，总共是50块钱20包，兄弟们啊。咱家益生菌卖的非常便宜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想买益生菌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拍一单啊，好吗？
大家伙都知道益生菌是干什么的，兄弟们，狗狗，我跟你说，家里头养狗的、养猫的，猫狗益生菌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宠物必备的啊，猫狗都能用啊，猫狗都可以用啊。三万起来，来三，你说掉里头了，三，起来，小明吧，小明起来，哎呀，猫狗必用啊，猫狗。必备的啊，待会儿想买的话你们可以拍的，你们可以上别人家比比价格，兄弟们啊，可以比比价格，咱家这个益生菌卖的超级便宜，兄弟们啊，卖的非常便宜啊。嗯，三万做对了要奖励，我给完奖励了啊。你家大狗笼子是90的吗？我忘了，我忘了多少钱，多大的了啊，忘了多大了啊。嗯，狗笼子忘了多大的了，咱家狗笼子都买好多好多年了。咱家这个狗笼子呀，兄弟们，咱们家这狗笼子呀，开始的时候是给 Seven 用的，知道吗？开始是给 Seven 用的啊，后来有了小石榴，后来有了老四和老大啊。后来又有了咱家小迷糊，嗯。嗯，老爷和三妈吃夜宵吗？不吃夜宵，啊，不吃夜宵。我俩直完播，遛完狗就睡觉了。我一般都会，啊，你看快一点，三你别叫唤行不行啊？我一般都会快一点了下播，啊，水呢媳妇？快一点下播，我遛完狗就快2点了，上哪吃夜宵去？啊，你说我上哪吃夜宵去？啊？没买水啊？他们啥都在屋里待着，怎么？为啥都在屋里待着？那不在屋里待着上哪儿去呀，铁子？啊？那啥？不要，不，那他们不在屋里待着，你想让他干啥去啊，兄弟们？啊？俺家住楼，你难道你想让我把他关到一楼去？啊？你能把他关到一楼去，明天不丢了吗？哎，为啥都在屋里待着啊？你让他去工地呀？啊？啊，你还想让我锁到，把狗锁到棚子里去，锁哪儿去？嗯，东北挺冷的，你冷不冷也不能放外头啊，对不对？俺、啊、家这狗也不是看大门的狗啊，啊，这狗跟看大门的狗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兄弟们知道吗？啊，这老四他也开不了门啊，他也不是那块料啊，兄弟们啊，对不对？四哥也不是那块料啊，能开门吗？掉毛咋清理？掉毛收拾呗，这不有吸尘器吗？有笤帚啊，有笤帚，有吸尘器，有拖布，就收拾呗。俺们家天天收拾卫生就这几样工具，一个笤帚啊，一个吸尘器，一个抹布啊，一个盆，能投抹布，能投盆，能投拖布，有水就那种收拾，是不是？开，嗯，小迷糊兄弟还没来，小迷糊兄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小明兄弟咋的，他前阵不是丢了吗？然后现在正在观察期，知道吧？因为他丢了之后呢，被收养流浪狗的给收养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被收养流浪狗给收养了。然后呢，观察一段时间，看那个狗狗有没有其他的毛病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怕狗狗身上带病毒、带病菌，然后来到咱们家就传给咱家狗狗，啊。所以就没着急让他来，不是说吸尘器不能吸狗毛吗？那吸坏了就扔呗，
对呀，那没别的办法啊，那只有新人剂才能吸狗毛，吸坏了就撇了呗，再买新的就完了呗。嗯，你不吸不行啊，那边边假假的狗毛你收拾不着，只能吸，知道吧？就像这个缝里头啊，就像这缝里头啊，还有沙发上啊，你擦不干净的地方只能吸，吸尘器最方便。对呀、啊，营养膏和麦芽棒呢？营养膏，看一下啊。营养膏在第十九个链接，兄弟们，在第十九个链接啊，咱家营养膏，老铁们啊，咱营养膏卖的非常便宜，100米5支，卫士营养膏，一支营养膏的兄弟们，咱家这一支营养膏啊是120克的啊，120克的啊，待会儿想给自己家狗狗买营养膏的好朋友们，你们可以买一袋营养膏啊，狗狗非常喜欢吃营养膏啊，嗯，多咱们总吃营养膏啊，狗狗少生病，兄弟们啊。因为营养膏可以补充啥呢，兄弟们，猫狗都能吃啊，100块钱能买5支，兄弟们你们算吧，平均合到20块钱一支啊。你看啊，咱家营养膏里边含有什么呢？维生素 A,E,B2, 你看维生素 D3,B1,B6, 你看叶酸铁碘啊，是不是锰 ,MN 什么玩意儿，镁，是不是 ,MG 是镁，是吧啊。MN 什么玩意儿 ?MN 是什么玩意儿，我怎么忘了呢，嗯，啥牌子，卫士的，兄弟们，大牌子卫士的，100米5支啊，这款营养膏非常不错啊。你家狗狗多，你家 ,MN 是钠，你可拉倒吧 ,NA 才是钠呢 ,NA 是钠。锰是锰吗？我感觉好像是锰啊，那么便宜呢，铁子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管咱家东西卖多少钱啊，就算我卖1块钱，咱家东西也是正品，知道吗？啊，我能上架，兄弟们，我能上架就证明咱家这东西是正品，知道吗？假货是上不了架的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我能上架那就是正品啊，我敢在这卖。兄弟们，直播间这么多人，我敢在这卖，我就不敢卖假货，知道吗？有人说三爹你敢卖假货吗？我跟你说，打死我都不敢卖，知道吗？卖一次假货，永远封直播，永封小黄车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卖假货永封小黄车。啊、嗯，咋了，三爸？你要喝水啊？哎，媳妇，那水呢？养狗不容易啊啊！你们想买营养膏的啊，你们去拍单去啊！他妈糊呢，媳妇儿，来使劲！阿宝，小迷糊，谢谢。看我四哥呀，来。喝吧，喝完水再玩啊！咱们喝完水再玩啊！买了肠胃宝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天下午就能发货，兄弟们，咱们家明天下午就可以发货了啊！4只一起遛吗？不一起遛啊！一起遛遛不起呀、啊，兄弟们。咱们家这个狗啊，只有老四、老大还有 Seven 他们三个遛，小迷糊和小石头他俩是不遛的啊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和小石头他俩是不遛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没喝够媳妇儿，还再给倒点，没喝够。嗯，小迷糊和小石头他俩拉的少啊，他俩拉便便拉的少，尿的也少啊，出去也不好好的。啊，他们出去就是颠颠的跑，尤其是小迷糊和小石头，他俩出去颠颠跑。啊，喝没了，水没了，你直接睡觉吧，媳妇，你进屋去。啊，不运动不好。
哎呀妈，咋不运动呢，兄弟们，咋不运动呢？小迷糊和小石头他们俩在屋里也运动啊，也蹦蹦跳跳的呀，尤其是小迷糊，嗯，不溜会抑郁的。关是现在外面埋汰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埋汰，我现在我都不带他们出去玩去，我就在楼下牵着绳，还得牵绳，知道吗？外面太埋汰了。我们现在我们这春天了嘛，东北春天开化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化的老埋汰了，遍地都是水。我要出门，我要不拴着他们的话，那跑在身上老埋汰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都往那个水坑里跑，啊，大家都喜欢在水坑里蹦来蹦去、跳来跳去的，他们就喜欢在水坑里跳来跳去。啊，那个狗乳酸菌19块有几个？19.9，咱家乳酸菌19.9，19.9是一排，兄弟们，啊，然后买2排送一排，一排是5个，啊，咱们家的乳酸菌在第3个链接，兄弟们啊，第3个链接啊，一排是5个，19.9一排，兄弟们，乳酸菌在哪儿呢？咱家这个乳酸菌啊，19.9一排，兄弟们，啊，一排是5个，然后呢，咱家是买2排送一排，也就是说买2排是10个，送你一排再送5个。啊，兄弟们，再送5个，就是15个，兄弟们，就是15个啊！咱家乳酸菌是羊奶乳酸菌，老铁们，羊奶乳酸菌啊！哦，羊奶乳酸菌，一瓶羊奶等于3瓶牛奶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？一瓶羊奶等于3瓶牛奶啊！而且呀、这个特别浓，兄弟们，这个特别浓啊！老是去看孩子去，什么看孩子去啊？一瓶羊奶等于3瓶牛奶啊，老铁们啊，第二要猫咪可以用啊，猫咪是可以用的啊，老四想不想喝？想不想喝？老四，来给老四整点乳酸菌喝啊。裂痕重吃这个管用吗？裂痕重的话，吃啥都不管用，你吃啥都不管用，知道吗？泪痕重的话，你得去那个做手术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泪痕重的话，得去做手术了啊。白费了，吃啥都不好使。乳酸菌正在讲解，兄弟们啊，羊奶乳酸菌啊，买2排送一排啊。我给老四点，一人给他们吃一罐，兄弟们，我看够不够啊。4个，哎，怎么不够呢？不够了，我的妈呀，羊奶乳酸菌不够了，我想给他们一人一个呢，完了不够了，兄弟们怎么办？肯定有一个人吃不着。小明和小石头他俩喝一瓶吧，实在是没有了，总共就4个了，你看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小明别吃了。哎，小明和小石他俩都吃，我看啊，兄弟们，不许动，先别动啊，看，特别浓啊，兄弟们啊，看着吗？看浓不浓？小迷糊，羊奶乳酸菌，兄弟们，给老四来一口，老四喝吧。Seven， 你们等会儿的三，等会儿给你喝三吧啊，给我四哥喝。哎呀，老四真听话，调理好，调理猫狗好肠道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狗日常喝就可以啊，日常喝就可以了啊。拍8还是9，2款一样的啊，那是一样的啊，就是支付方式不一样，兄弟们，你哪个能支付你拍哪个啊。199那个你可以领一个50米的优惠券，知道吗？领完券就是149了啊。
能用微购买吗？微购买不了啊，只能用那个支付宝啊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这边再给 Seven 整一个，兄弟们，再给 Seven 整一个。喝钱，兄弟们，喝钱一定要摇一摇啊，摇开它，兄弟们，摇开它啊。Seven 聪明、听话、可爱、懂事，身上全是优点。好 ，Seven 来 ，Seven， 好，看看，三动，啊。好，嗯，总四别喝了，羊奶，兄弟们，羊奶乳酸菌啊，嗯，对狗的肠胃特别好啊。不错呀，买两排送一排，19.9一排，兄弟们19.9啊，现在便宜多了，兄弟们，现在便宜了啊，比以前便宜多了。嗯，咱家这一瓶呢，兄弟们，一瓶是100毫升的啊，你看啊，这一瓶是100毫升的啊，看了吗？总共是，你看一瓶100，总共是15个，也就是说1500毫升，兄弟们，1500毫升啊，啊，羊奶乳酸菌啊，有哈士奇吗？没有哈士奇，咱也不卖哈士奇。啊，咱这也不养哈士奇，兄弟们，这不养。上段那两个小狗呢？上段那两个小狗什么意思？上段那俩小狗什么意思呢？啊？披萨卖不卖狗？小老大今天也喝了。老大喝，老大啊，俺老大也是啊。哎，小老大，来过来，来，好宝。嗯嗯，老大真好。好。哎呀，看你家小老大，行，行了，你们别喝了，给小老大喝啊，好宝，好老大啊，好宝。3吃了，4吃了，老大也吃了，啊，这个老大也吃了，对，买二发三啊，买二发三，啊，3还想喝，3还想喝，好了，剩最后一个了，兄弟们啊，剩最后一个，咱们给小石头和小迷糊喝，啊，一瓶羊奶等于30瓶牛奶，兄弟们，看了吗？羊奶乳酸菌。猫狗好肠道啊，爱宠营养家乳酸菌饮品，犬猫专用，一瓶是100毫升，咱家是买一排是5瓶，也就是500毫升，你买两排就是10瓶，我再送你一排就是15瓶，总共是1500毫升，兄弟们啊，买两排送一排，总共是1500毫升。嗯，嗯，哟，我这个没摇，你看这东西太浓了，没摇，啊，嗯，没摇，嗯，小石亮，啊。小石榴，来，死神，小迷糊来，好，哎，好宝，好宝啊，都不抢，都不抢，老大听话不抢，好宝，两个小的喝一瓶，老四，他娘了个炮的，我发现哪都有你，老四，好不好喝小迷糊啊？啊？好好喝，
一家人喝就完了，不行啊，一家人不能这么整，兄弟们啊，一家人也不能这么整啊，得有规矩啊，得有规矩啊。小明没喝多少，哎呀，喝多少啊，喝多喝少都是小迷糊，都是俺家小迷糊自己的权利啊，都是小迷糊自己的权利啊啊。必须有规矩，小迷糊没敢和他妈妈抢。萝卜呢？萝卜没了，萝卜早就没了啊，乳酸菌也没了。嗯，待会儿先买乳酸菌的啊，咱家羊奶乳酸菌在下方小购物车，兄弟们啊，下方小购物车啊，想买羊奶乳酸菌的大家可以去拍的啊，19.9一排，买两排送一排啊，买两排送一排啊。四哥最有意思的就是有点血压高，哎呦，四哥老年病上来了，我四哥老年病上来了整不了。小迷糊的妈是谁？小迷糊的妈妈呀，我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子吧啊，大家伙儿竟然还不知道小迷糊的妈妈是谁。小石榴，小石榴他们竟然不认识你，小石榴啊，他们竟然不认识我家小石榴。哎，你说小石榴咋这么胖呢，石榴啊，你咋这么胖呢，石榴，你咋长的呢啊。哎妈，你看小石榴身上，兄弟们，你看小石榴身上啊，你看这腿上，你说这腿上啊，狗狗的坐姿真好看，感谢妈妈啊，谢谢妈你啊，谢谢啊。我家狗狗掉毛严重，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兄弟们，现在狗掉毛都属于正常现象，现在狗都掉毛，毛量脱的都挺大，兄弟们属于正常现象。乳酸菌总共是，兄弟们19.9买一排啊，买一19.9一排，一排是五个，然后你买两排送一排啊，总共是15个，兄弟们买两排送一排，总共是15个啊，也就是说啊，39.9，兄弟们39.9三排啊，39.9三排啊。俺家狗没有一个瘦的。迷糊爸呀，哎呀，还想看迷糊爸。哎呀，这个事儿吧兄弟们啊，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的啊，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呀。迷糊爸在这儿呢，兄弟们，迷糊爸在这儿呢啊，迷糊妈，小迷糊来说话很逗，大多人发信息了，应该叫一个人帮忙看信息。嗯，叫一个人帮忙看信息也没有用，兄弟知道吗？他不可能说看着你们说啥了，知道吗？再给我打电话，谁谁谁说啥了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个东西很正常，我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人都回复完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，我顶多也就回复一个1/10的人，10/10吧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而且呢，我还只回复咱家粉丝团的啊，我就看粉丝团的。说的很好，狗盆多大嗯，什么狗饭盆多大的狗用？咱家这个饭盆，兄弟们，你们问客服，你们问客服，因为我不是专门卖货的，知道吧？我不是专门卖货的，啊！现在小明是主力呀、啊，嗯，你看，因为咱家每天说话的呀，兄弟们，我在空瓶，如果看有人说话了，兄弟们。啊，首先我在不认识大家伙的条件下，我肯定会以咱家真爱团，谁是真爱团，我先回复谁的话，知道吧，老铁们啊，人多了看不过来，理解一下啊。客服就是楼下的家人，对对对对对啊，客服就在楼下呢啊，
他不可能说兄弟们，你说大家伙跟我说话，我没看着，俺这客服看着了，然后呢，客服给我打了电话，谁谁谁说什么什么事儿了，可能吗？兄弟们，你说现实吗？说不现实啊，狗臭就洗刷牙掏耳朵，对对对啊。狗饭盆十斤的狗能用吗？你说的是多大的呀？你说是多大的狗盆啊？你问咱家客服啊，咱有客服兄弟们啊。小迷糊真可爱。客服不回话，客服忙着呢。我跟你说兄弟们啊，你们想买什么链接你们进去，你们去问那个某宝客服，知道吧兄弟们。你们如果要是买大米的话，你们问那个快手客服。你们如果买宠物用品的话，大家伙都去问那个某宝的客服，知道吧。因为咱家那个某宝的客服啊，他是24小时在线的，知道吗兄弟们。啊，快手的客服呢只有在直播当中在线。快手客服只有在当直播当中在线。你下播了之后吧，快手客服这边因为说话就少了，知道吧。啊，他不能说始终在这等着大家伙说话。啊。其实小迷糊最好看，感谢大家伙喜欢小迷糊啊，谢谢大家啊。还有咱们家的大家伙家里的狗狗鼻子如果掉漆呀、啊、兄弟们，狗狗鼻子掉漆呀、啊、掉毛啊，大量脱毛啊，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买一下咱家这个海藻粉啊，咱家海藻粉39.9块一桶啊。就是家里的狗狗掉毛的兄弟们都可以用这个啊，39.9一桶啊。没有小迷糊都不好玩了。九号买的货还没发货呀，九号买的货应该都发走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小迷糊你好好的吧啊，老大，哎小老大。小老大也聪明，老大来过来，老大来，老大好看，小迷糊你也看上你大姐了，你看上姑姑了，那姑姑能看上你吗？姑姑能看上你吗？小迷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小迷糊太欠儿了，这小迷糊太欠儿了，老大最好看。来给你们切苹果吃啊，来给老大可别怀上孕了，不能怀啊，因为你看到兄弟们，你看咱家狗现在他们几个在一块玩，其实在白天的时候啊，兄弟们啊，在白天的时候啊，老大和老四他俩是分开的，知道吗？我一天不再让他俩接触一回的，知道吗？我就怕出意外，因为老四兄弟们，咱家老四是偷塔小王子，传说中那个偷塔小王子，兄弟们啊，老四已经偷过两回塔了，已经成功的偷过两回塔了，知道吗兄弟们，老四啊，所以咱家老四必须得跟老大分开，如果发生意外了，我只能说后果不堪设想，兄弟们。四哥稳准狠，所以老铁们，四哥每天他寻思那点事儿，说实话长个脚后跟的人都能想明白，老四天天就想寻思那点事儿。偷塔是啥意思啊？咱家老大发情了，老大是老四的姐姐，老四惦记他姐姐，如果被老四偷塔的话啊，他们俩生的孩子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啊，所以不可能，这种事儿永远不可能在咱家发生，兄弟们，永远不会啊。你要说老四把小迷糊给偷，小石榴给偷塔了，那偷就偷了，兄弟们，没办法了，那真是没办法了啊，只能说没管住，这种是没有罪恶感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
小迷糊把小石头给偷塔了，没有罪恶感。如果要是老四把老大给偷塔了，兄弟们，大家伙就会感觉三元爹你有罪恶感。大家伙你们说对不对，兄弟们啊？就发自内心的有罪恶感，怎么能有这种情况发生呢？对不对？啊，那就乱套了，兄弟们，乱套了。啊，你要那么整的话，兄弟们，啊，如果、啊、老大把老大给老四把老大给偷塔了，以后小迷糊得管俺家老大叫后妈。兄弟们，小迷糊得管老大叫后妈。现在咱家小迷糊呢，管小老大叫姑姑。如果被老四偷塔了之后呢，小迷糊就得管小老大叫后妈了。那关系越来越乱了，兄弟们，越来越乱。叫啥都对，以后叫啥都对，你叫爸也对，妈也对，姑姑也对，爷爷奶奶都对，兄弟们，那你乱套了。啊。晚上睡觉怎么办？晚上给老四关笼子里头，兄弟们，给老四关笼子里头，老四和石榴关笼子里头，老大和赛文不用关，小迷糊进这里头，小迷糊在这里头，老四和小石榴在那里头，赛文和老大不用关啊。家里养母狗和公狗真的很麻烦的，没办法，真没办法啊。你看我把小迷糊给他做绝育了，咱家。老四跟小老大跟小迷糊他俩还干仗呢啊，看不见我说话，整不了。嗯，我看大家伙说话呢，我刚才不跟大家谈事儿的吗，兄弟们，跟大家伙唠嗑呢啊。看啊，我看着你打了一个什么，对，是不是？老五也是小老虎，老五是奶茶怀孕了，我不知道怀没怀孕，我不知道怀没怀孕啊。我听老韩的意思好像是过了吧，过劲了吧，是咋的，没想让他怀孕了是咋的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为啥。老四不困呢，每天就看几条狗，问一下狗狗总呕吐是什么原因。总呕吐有很多种原因啊，啊，狗狗消化不良啊，它会呕吐，知道吧？啊，狗狗吃的异物啊，它会呕吐啊，肚里吃的那种不爱消化的东西啊，它下不去了，它必须反出来，它必须得呕吐，知道吧？如果这个东西特别大的话，它连吐它也吐不出来，它拉不出去的话，他肯定会一直都在那呕吐，知道吧？这时候你就得做手术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他吐不出来，他也拉不出去，啊，他只能呕吐，知道吧？这种就麻烦了，啊，这种指定就麻烦了啊！抓紧的，上宠物医院去看去，检查一下子。如果你家狗一直呕吐的话，还不是肠胃疾病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重视了，知道吗？啊。我给人家老四他们吃点苹果，四哥他们都喜欢吃苹果。土豆粉有活动不？土豆粉土豆粉你说哪个土豆粉有活动不？咱家那个粉条子呗，兄弟们，咱家那个粉条子嘛，不就是粉条我挂了吗？土豆粉在第48个链接，兄弟们，东北这个土豆粉啊，第48个链接，咱家这个，咱家这是东北粉条子啊，兄弟们，东北粉条子啊，29.95元，兄弟们，一袋是一斤，总共发五袋，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，兄弟们啊，总共五袋，嗯，东北粉条，兄弟们啊，29.95元，嗯，快点来，每天晚上不看，
哎呀，哎呀，三爹再直播再早一点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？现在人少了，当然我现在可能都该上学上学了，啊，该上班上班了，啊，嗯，该看的也看了，啊，慢慢的也看够了，是不是？来来回回，进进出出，反反复复啊，兄弟们，啊，人越来越少了，嗯，人越来越少了。大家伙儿该忙正事儿都忙正事儿了，嗯，就不把时间都浪费在网络上了，是不是，兄弟们？嗯，每周五放假，咱家得有创新呐，没有创新呢，兄弟们，互联网也算是玩到头了。没有创新是白费呀，兄弟们，啊，不能玩到头啊！啊，小迷糊，小石榴呢？小石榴，你看小石榴不争不抢的，小石榴不争不抢的，石榴给你一块，小石榴，啊，老大一个，老四一个，啊，好的，小迷糊，小迷糊来，给小迷糊来，来。好，好迷糊，天天抢东西都没意思了。哎，玩点啥游戏呢？你看别人家的狗啊，兄弟们啊，别人家的狗它不玩游戏，它直播间还是一样人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呢？粉丝粘性大，怎么才能增加这个粉丝的粘性呢？兄弟们，有时候想知道哈，怎么才能增加粉丝的粘性呢？啊？其实就整事儿，知道兄弟们啊，其实就整事儿，怎么才能整事儿呢？非常有说道，兄弟们，怎么才能整事儿呢？真是，这真是一件有非常让人苦恼的一件事，兄弟们，怎么才能整事儿呢？啊，整节目啊，整剧本吧，兄弟们，咱整剧本吧，咱整个剧本得了，兄弟们啊。你家狗也厉害了，要不这么的吧，兄弟们，小迷糊找到了他的亲爹，其实老四是，其实小迷糊吧，兄弟们，我就给你们摊牌了吧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吧其实是寄养在老四的名下，兄弟们，寄养在老四的名下啊，小迷糊其实他有亲爹，他爹其实不是老四，我摊牌了，兄弟们，小迷糊的亲爹不是老四啊，小迷糊只是寄养在老四的名下啊，是谁？我给你找着，兄弟们，我给你找着啊，干爹，对，老四是小迷糊的干爹，我要还老四清白，兄弟们啊，你家直播间人最多了，我要还给老四清白，兄弟们啊，有故事了，直播只看你们家，感谢爱你，哎，感谢爱你的北北啊，谢谢爱你的北北，是隔壁老王的啊，原来老四原来这么事儿啊，老四啊，原来是这么事儿啊，老四被戴绿帽子了，老四这是啊，啊，我的妈呀，老四这是干啥呢，这是啊，老四这是被戴绿帽子了，这四哥呀，啊，如果在黄金时段直播人更多，能吗，兄弟们，你们说能吗？能的话我明天在黄金点我就直播一下子，兄弟们，我八点开播，我八点开播，开播到
开播到他妈12点。啊，不行，明天晚上不发段子了，我就听你们的，兄弟们，我就听你们的，我在8点直播。啊，老四老大三眼睛，泰迪不管看谁都起，那比2000得多点呀，那指定的呀，指定得2000多人呢，老爷曝光老四郁闷了。热段子才能进热门啊，那人就多，人就多，好多人上班。哎呀啊，怎么才能那他怎么才能整点故事呢，你们对不对，整点故事好玩啊，啊，整点有意思的故事。嗯，不行，家里头养点新东西，听到吗，养点新东西。养个乌龟啊，哎呀，要养个乌龟呀，小迷糊不得天天偷那个乌龟啃着磨牙呀，兄弟你说能不能，咱家如果养条乌龟的话，你说老小迷糊能不能把那乌龟天天拿过来抱着手里头磨牙呀，啊，不行，小迷糊愿意偷东西，他专门喜欢偷那个动的东西啊，谁动他偷谁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小迷糊曾经偷一条鱼，兄弟们记不记得小迷糊曾经偷过一条鱼啊，他把人的鱼偷走了啊，你说他要是再他妈把那个乌龟给偷走了，天天拿着把乌龟壳磨牙玩可糟笑了啊。老七怕乌龟 ,Seven 呢，三元就是开始的时候不认识那什么玩意儿，知道吧，三元不知道那什么玩意儿，所以才害怕养羊驼。嗯，哎，养啥不重要了，兄弟们，关键是有节目，知道吧，没有节目养啥都白费，知道吗，没有节目养啥都白费呀。嗯，待会儿有需要元气弹的兄弟们啊，咱家元气弹89块钱，89.9块，60个元气弹，兄弟们，啊，有没有想给自己家狗买元气弹的兄弟们啊？咱家元气弹非常便宜啊，89.9块，60个元气弹，我给你们算一下子，兄弟们，啊，60个元气弹是多些啊？89.9除以60。1.49一个，兄弟们，1.49一个啊，这个咱家这个兄弟们啊，1.49一个，60个，兄弟们，太合适了。合适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说，1.49一个，那有的人进都进不来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，进货都进不来啊。我给他分点元气弹吃，谁把我拖鞋给我拿走了啊？好宝，好宝，咱不该我拿了，好吐，好好宝，吐了吧。嗯，三文咋这么聪明呢，你说，哎，兄弟们，你看刚才小迷糊把拖鞋掉那里头去了，三把拖鞋给我拿回来了，三来，三给我把拖鞋拿来，来，好宝，好宝，哎，好宝，好，三来，三文聪明，三文太棒了，小迷糊，三来，好宝啊，我一定要给你家三文拿个元气弹吃啊。兄弟们，咱家这个元气弹啊，老铁们，咱家元气弹是买一箱送一箱啊，这一箱啊是60个，买这么一箱，
送一箱，兄弟们，就是买六十个，买三十个送三十个啊，买三十个送三十个，我一定干咱7-Eleven整个元元旦吃。黄色是腊肠吗？不是腊肠，怎么能看成是腊肠呢？啊？小迷糊，小迷糊，别管我揍你啊！你要再抢你奶奶东西吃，我揍你了啊！小迷糊不能抢啊！主播，嗯，小石头怎么没有尾巴呢？小石头是泰迪。小石头是泰迪，小迷糊也是泰迪，所以没有尾巴。那泰迪都没尾巴。嗯，现在有许多宠物直播，竞争也激烈，但老爷家最有特色的，最有特色让人不感到无聊。也许吧，兄弟们，也许吧，咱家热闹是不是啊？咱家整节目。热闹，大家直播吧，比较放得开，比较放得开，老四最牛，给老大一个，等着呢，老大等着呢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狗多，来老大，来给整一个。我跟你说，零食吃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喂狗粮。其实我刚才就想给7-Eleven一个，知道吗？大一个吧，给老大一个。好，老大啊、嗯。狗狗也聪明，节目也多。我应该演一点新节目了，兄弟们，明天三十爹一定要演一点新节目啊！待会儿想买元气蛋的兄弟们啊，你们可以买元气蛋。89.9元，60个，兄弟们，不到1.5元一个元气蛋，兄弟们啊，不到1.5元一个啊，大伙儿想买元气蛋的兄弟们，你们可以去拍一个啊。三爹这一个元气蛋我挣不了多少钱，兄弟们啊。老爷才是最聪明的，嗯。老爷两口养这么多大宝贝儿，很有爱心了。来，那我给你们整点狗粮吃了啊，给你们倒点狗粮吃，他们几个也饿了。嗯，我媳妇睡着了吧？我媳妇睡着了。哎，鞋我放这儿了呢。我媳妇总怕我这鞋被狗咬了。我这鞋已经没有必要再防着狗咬不咬的事儿了。没有必要再防了啊！大伙儿想买咱家这个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咱家这个截止棒的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个截止棒一盒里头有35根，兄弟们，一盒里头有35根，咱家是39.9元，你可以买4盒4罐，总共呢，兄弟们总共是多少根呢？总共是140根，39.9元140根。日期是2021年1月07号，兄弟们，1月07号，保质期是24个月啊。好，这个零食特别好吃，咱的狗狗啊特别喜欢吃，兄弟们啊，老喜欢吃了。39.9元一罐，一罐里头有35根，兄弟们，总共有60根，妈，老四，啊，小石榴。小迷糊来，老爷遇事爱反思，这点就挺厉害的。我不反思不行啊！我真是，我跟大家伙斗不过你们，我斗不过你们啊！因为你们人多，我人少，我斗不过你们。你们人多，我人少。我要是不反思的话，兄弟们，那咱直播就播不下去了啊！咱直播就播不下去了。
寡不敌众啊，肯定的呀，不得不反思啊，不反思没有用啊，跟你们干那不跟店干一样吗，兄弟们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伙说啥就是啥吧。关键是你们也不找我麻烦，主要是那些黑粉啊，黑粉的力量是强大的，兄弟们，黑粉的力量绝对是强大的啊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正好是五斤，来，你们吃吧，一顿饭吃五斤狗粮，真的，我也想买粘豆包，粘豆包没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有多少人之前买过咱家粘豆包，兄弟们？有多少人之前买过咱家粘豆包？吃，感觉咱家粘豆包好吃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扣个一。我看有多少人买过咱家粘豆包？啊？好吃吗，兄弟们？粘豆包好不好吃？啊？我买过。其实吧，兄弟们，那个粘豆包吧，真就没啥味儿。大白菜没有了，那个粘豆包还真就没啥味儿，主要是啥味儿呢，兄弟们，粘豆包主要是那个白糖，你蘸白糖吃，它就是一个甜味儿，一个黏了吧唧的一个甜味儿，粘面的那个味儿，兄弟们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你要想问我粘豆包有啥好吃的味儿啊，我还真就不知道那个粘豆包有啥好吃的味儿啊，它就是那玩意儿，不加糖最好吃了，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不加糖最难吃，知道吗？不加糖一点都吃不下去，我反正吃不下去。那个东西就蘸糖吃啊，而且蘸白糖，你蘸红糖也不好吃，真不好吃，就是甜，对，就是甜。东北那玩意儿，兄弟们，东北那玩意儿大家还不知道吗？啊，就像是一些发酵的东西，兄弟们啊，那些东西都是。以前老年人研究出来的，知道吗？他为什么研究那些东西呢？因为那个年代没有钱，兄弟们知道吧？啊，他们就研究吃的，啊，他们就研究吃的，什么东北的一些什么酸汤子呀，是不是？什么是酸汤呢，兄弟们？就是苞米面坏了，知道吧？苞米面做成那个面，啊，发酵了坏了之后呢？啊，挤成那个面条子就是酸汤子，说白了它就是坏了，知道吧？坏了也能吃，这就是没钱，没钱人他研究出来那玩意儿，有钱人谁研究那玩意儿啊？是不是？你要说那东西好不好吃，你能接受那个味儿，你就好吃；你接受不了，它就不好吃。你好吃和不好吃都对，嗯。其实粘玉米比苞米面子粘好吃。没了咋整啊？粘豆包现在卖不了了，现在天热了，就我们这会儿都零上八度了，兄弟们，就我们这边都零上八度了，所以那个粘豆包啊，你包好了之后你必须得冻上了。啊、嗯，现在放室外就不好使了，它肯定就化了，知道吧？啊、嗯，所以现在卖不了了。愿意坏呀、啊，只有冬天才能卖。那个，我给你们看现在我们这多少度，我们这现在都多热乎了，兄弟们。你看，你看一下吧啊。黑龙江白天11度，兄弟们，9度、10度、11度、7、8度，晚上-6度。啊，这牡丹江市，兄弟们，你这么看南方，那南方就不用多说了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就看啊，中部城市啊，整个青岛市啥的，兄弟们，白天都10多度了，这地方这现在这个粘豆包邮过去也白费，除非你用那个保温箱，要不啊，你用保温箱成本还高。哦，有点不划算，兄弟们，卖不了多少单，那东西卖不了多少单，大家伙还怕坏，稍稍微微坏一点就不好吃了，啊，它只要有那个酸味儿就不好吃了，知道吗？啊，粘豆包是粘面的做的，兄弟们，不是发酵的啊，粘豆包是粘面的做的，粘苞米磨成的面，粘面子啊，它不是坏的东西，啊，那酸汤那是坏的，
你天天粘点儿，弄点粘苞米。兄弟，我跟你说，那个粘苞米吧，你得自己整。我跟你说，就是别人卖那些粘苞米吧，兄弟们，说实话，华而不实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华而不实，啊，瞅着外观挺好，其实一点都不好吃。为什么我没卖过，兄弟们？你说我能不能卖？我他妈也能卖，兄弟们。为啥我没卖过？啊？你要是好吃也行，对不对？他真没真，我感觉还没有你们在当地自己家苞米地里掰出来的大苞米好吃呢，兄弟们，知道吗？啊？还没有咱在自己家苞米地掰出来那玩意好吃呢。嗯，那个东西就适合咋的呢，兄弟们？啊，你现煮现吃，你放到第二顿那不好吃了。啊，过客，石榴过客，石榴在哪儿呢？石榴跑哪去了？小石榴，小石榴喝水去了，小石榴喝水去了。新老支持一下老爷。所以我没卖过那玩意儿，知道不，兄弟们？啊，我怕人家黑我，我怕人家说我挣他妈黑心钱，知道兄弟们？好久没吃烤冷面了。嗯，石榴。嗯，怎么不回话，老爷？嗯，我看着了。你说你去跟咱客服说话了吗？啊，欢迎啊，胡雅轩妈妈啊。嗯，胡雅轩妈妈也是咱家老人物了，兄弟们，老人物了，啊，总来看咱们直播，好好吃饭，彩文，你有那功夫，你好好吃点东西不行吗，彩文？那不香吗？啊？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你俩干啥呢？啊，搞破鞋呢？啊，干啥呢？你俩？小迷糊，如果你以后再敢惦记你姑姑，你小心我给你一脚。老大，你离得远点啊！老大啊，离小迷糊远点。好好吃，好好吃，过来来，好好吃来。一会儿就吃没，来，别乱说，咱这是绿色直播间，待会儿想买咱家大米，想买咱家狗粮的啊，咱家狗粮，兄弟们啊，我给大家伙说一下咱家狗粮，你干啥呢，小明哥啊？你别给我嘚瑟，小明哥啊！你小心，我把你那个枪，你现在已经身上没有弹了，知道吗？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再嘚瑟，把你那个枪我都给你缴下来，知道吗，小迷糊？啊？嘚瑟！别的狗不敢吃，我就跟你说吧，你分盆儿，别的狗也不吃，知道吗？他们只抢在一个盆里的。总看咱们家直播的好朋友们呢，大家伙都已经摸着规律了，知道吗？你分盆儿，他们也愿意抢一个盆里的东西吃，知道吗？小明又犯啥错了？小明犯啥错了？我等会儿给你看小明犯啥错了。他再敢犯错误的话，我就揍他。你看他犯啥错了？真能嘚瑟，这孩子真能嘚瑟。
你看着吧，不用我揍他，兄弟们，不用我揍他，一会儿老四就咬他了，你看着吗？老四一会儿瞅红眼了，你看着啊。老四一会儿就瞅红眼了，老四现在憋着呢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咱直播呢，人多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啊，我在这看着呢，老四不咬他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我如果不在家的话，兄弟们，我把老四跟小石头在小明放一块的话，小明指定废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你们干啥呢？这是啊？还乱来？你说说，老四才是家里大王。四哥，好好吃饭，四哥，好吃饭，四哥啊，好宝。咱家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叫这个比瑞吉，兄弟们，比瑞吉诺瑞的狗粮啊，咱的狗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一直都在吃这款狗粮。咱家这款狗粮呢，兄弟们，所有的狗都可以吃，兄弟们啊，三四个月的狗狗，兄弟们，从幼犬的时候就开始吃，兄弟们可以吃。这一袋狗粮啊是10公斤，也就是说20斤，兄弟们。啊，而且呢是三拼粮，海藻条、牛肉粒儿啊，卵磷脂，兄弟们，你看海藻条、牛肉粒、卵磷脂啊，全营养颗粒，看了吗？一袋狗粮149，老铁们，咱家这一袋狗粮149，啊，生产企业上海比瑞吉宠物用品有限公司，兄弟们啊，上海比瑞吉的啊。这款狗粮咱家狗一直都在吃，而且咱家狗吃完这款狗粮啊，它们的体型啊长得胖乎，兄弟们。而且呢，兄弟们，咱家狗狗的鼻子呀从来不掉漆呀，兄弟们，从来没掉过漆。你看别人家的狗狗鼻子有掉漆的，操你个小迷糊，你真是有点过分，小迷糊啊，你有点太过分了，你这孩子啊。不，你有点太过分了吧，小迷糊啊！你是不是疯了你？确实狗鼻子黑，兄弟们，你们就看别人家，就不用看，不用看那个别的兄弟们，你就看人家seven的那些子，就是那些孩子们，兄弟们啊，你就看人家seven那帮孩子们啊。已经绝育了。咱家这款狗粮149一袋，兄弟们啊，149一袋啊，非常不错，兄弟们啊，非常不错，性价比还高，149你能买着比瑞吉的狗粮，兄弟们，生产企业是比瑞吉厂家的，你能买着这款狗粮，兄弟们啊，一点都不贵呀，兄弟们，一点都不贵啊。哎呀，又到了那个该遛狗的时间了。老大喜欢小迷糊，老大不是说喜欢小迷糊，他只是愿意跟小迷糊一块玩，他只愿意跟小迷糊一块玩。嗯，大伙儿又想买那个油烟镜呢，兄弟们啊，咱家这款油烟镜啊，咱家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咱这个油烟镜啊，11.9，兄弟们，11.9三瓶油烟镜。总共是1500毫升油烟镜，知道吗？好你小迷糊，总共是1500毫升油烟镜，兄弟们啊，经过咱家我卖年前卖过这款油烟镜吗，兄弟们，这不卖过吗年前啊，大家伙对咱们家这个油烟镜啊反应的特别有反响，兄弟们啊，大家伙一致认为咱家这款油烟镜，兄弟们，特别好使啊，特别好使。你们想买油烟镜的兄弟们，大家伙可以去拍一单啊，兄弟们，11.9元，兄弟们，三瓶，11.9元三瓶，老铁们啊，大家伙愿意想拍的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看看啊，好用，真挺好用的，兄弟们，啊。小迷糊，老爷为小迷糊操碎了心呢。哎，11.9元三瓶，便宜吧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便宜吧？啊，平均合到3元一瓶，兄弟们，合到3元一瓶，
就咱们平时，兄弟们，就咱们平时上那个老铁们，上那个超市里去买的鱼眼镜多少钱？兄弟们，多少钱？你们说多少钱吧，老铁们。啊，就家里头给家里头出那个去污的出油的啊，鱼眼镜，兄弟们，你们说多少钱吧？正常的话，赚套了。你妈的！啊，就过分了啊！过分了你！啊，靠你哥，你就过分了啊！干啥呢你？啊？啊？你给我出来来！你要干啥？啊？你干啥你啊？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操你哥！你真的，我对你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就给你炖了啊，小迷糊啊！管他干嘛呀？节育了，管他干嘛呀？你也不能那样似的，你没发现吗？我一整我就碰着他，我一整我就照着他，你在我整封号了。是不是在我整封号了？在好了，小明，你好好的啊！不管其他不负责的言论，原来老爷差封号了。哎，全小鬼大。一点了，兄弟们，一点给该去遛狗去了，兄弟们啊！咱不能挺时间太长了，挺时间太长的话，狗也不行啊。然后看看，行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兄弟们啊，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我该去遛狗去了啊！拜拜，兄弟们，拜拜，兄弟姐妹们啊！谢谢大家伙啊，大家伙晚安吧，感谢妈妈啊，谢谢大家。拜拜，嗯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，拜拜啊，兄弟们，走哪都是，整一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，小明，我操，你我上头了你啊！拜拜。